设计这一关的小僵尸真是个机灵鬼呀、啊！这几个豌豆药剂师想要把我的僵尸变豌豆，这里一个金缕梅女巫想要把我的僵尸变蘑菇，咋的？我才不会上当！好的，你看他发的表情就知道他的心眼子了。大嘴敢不敢挑战创意庭院 ID 34780452？哼，可恶！我一定要一遍过了你这关。我看看啊。僵尸还不错，这第四行两个树林护卫，四个黄油毛棍，先从这一行开始，就用一个盗贼僵尸吧。Later， 老大，这一行吃完了。那在第三行要小心金缕梅女巫，那就让阿坤挡一下吧。你干嘛？哎呦！然后用矿工僵尸就能消灭金缕梅女巫啦。这次再用矿工僵尸去第三行，就可以解决这一行了。现在攻击哪一行呢？现在用阿坤引爆竹员外。阿坤准备炮灰了。再用盗贼僵尸攻击，这一行就可以不用管了。第一行也用矿工僵尸攻击，到第二行啦，在这行用盗贼僵尸就行了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老大，现在就剩橄榄坑树林护卫和竹笋了。这几个东西是用巨人僵尸锤就行了。最后一个炮灰葵就给哥哥吃吧。